5月23日7时45分开始，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为台湾海峡、台岛北部、南部、东部及金门岛、马祖岛、乌丘与东引岛周边开展联合演训。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李希海军大校表示，5月23号至24号，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组织战区陆军、海军、空军、火箭军等兵力为台岛周边开展联合利剑2024A 演习，重点演练联合海空战备警巡、联合夺取战场综合控制权、联合精打要害目标等科目，舰机抵近台岛周边战巡，岛链内外一体联动，检验战区部队联合作战实战能力。这也是对台独分裂势力谋独行径的有力惩戒，对外部势力干涉挑衅的严重警告。